菩萨大家好。啊，唔知所有的环保菩萨，啊，恁有伫咧宣化香呀无？相信有诶呢，真正是透早要出门吼，有影有较困难啦。啊，会当透早出门诶人，当然呢，伫道场诶内底，大家人互相勉励，互相精进吼，所以道气会真有。也那是无法度呢，逐早起啊去。环保站也是联络处去宣化乡，那么恁就伫厝内底呢，较早起来五点半呢开咱的电视台，似乎嘛是咧讲经啊，啊有听经啦，总是呢对家己了解法，会当增加智慧吼，这是。听法是真重要，环保菩萨师父对恁的超金菩提吼，师父是真认真看，啊，师父讲的话吼，啊，恁嘛都爱认真听，安尼唔才有公平吼，哈，所以。迄、那个听法认真吼是真重要啊！我逐天吼拢足认真的哦，认真的就是每早起啊，啊就是恭敬啦，啊想着讲吼，要互大家人听较清楚咧，啊师父都爱真用功哦吼，那、啊、唔只是干那用功的话，啊个呢？都爱把字写出来，啊！我这回出来吼，啊，看到讲师父写出来的字，真正有发挥效用哦。真侪老菩萨啦，呀，环保菩萨啦，参加呢，咱诸行委员呢，开始拢有伫咧做笔记哦。安尼呢，法比较较会入心。所以听的甲看的，啊会发会当真准入心，所以看到大家人认真用功熏法香，安尼我就是再辛苦啦，啊我嘛真甘愿啦，啊真温馨真欢喜哦。我迄天吼去三峡去看做好菲律宾的简易屋吼，啊，这厝呢的结构啦，现在伫三峡伫咧做。伫迄一天啦，几啊位就讲师傅，阮逐天吼真侪人来熏花香哦，我都甲伊学了讲，真精进。伊讲唔是安尼了，啊，就。用伊个手机啊，就提出来吼。伊讲师傅，迄古卡灰吼嘛来呢。那啊古卡灰，我开始伫咧听，伊就讲吼，伫迄个椅仔卡里，大家人就讲，卖去惊动伊，互伊安尼安稳伫迄个所在吼。啊，迄一天是5月30号，啊，因就搁甲我补充讲，师傅。迄天师傅，你就是伫咧讲脱生道，迄一天吼，就是咧讲蛇啦、钉钉啦吼，那放佛经哈，放书经吼，放迄咱这个真理啦，那都爱对落三毒啊吼，三恶道理呐，爱对落地下五鬼脱生，迄天咧多讲到。对畜生道，内底呢有蟒蛇等等啦，那迄天拄好伫咧讲遮个吼，咱自济人呢，大家人心真安定，无去惊动伊哦，安尼甲伊相处哦，那透早熏花香丸，
个也无动作吼，也不会去甲伊安尼拍叮当吼，都无哦，还是继续大家人精进吼。那讨论再去师父讲的话啊，等等吼，这大家人呢还是心真笃定，很安定哦吼。那了后接落来刷落去呢，搁再听杂会吼，安尼了后。才开始讲拜托消防队吼来帮忙抓吼，因都甲补充一句讲，师父放心，就是甲放心啦吼，啊当然是放心啦，因为咱心中有道理，咱尊重伊，尊重生命，咱袂去伤害伊，只是咱惊，所以呢有遐尼侪话。咱惊有人来，有当时会伤害到吼，所以呢，啊，甲请离开迄个所在，赶快也阁倒转来啦。因为呢，伊爱文化嘛吼，啊，咱都提高警觉啦，卖去干掉伊吼。那自然啦，伊也袂伤人，伊会对落畜生道嘛是很无奈呀，啊，那会。由不得自己，哪会做主啊？为什么呢？咱即马知影啦，是因为无尊重三宝，无有敬重真理啊。听真理呢，伊无要真实接受，搁再诽谤真理，那断人的善根，那断世间的善。正吼，那断人的慧命，亲像阿弥呢，就是恶业。所以呢，这种听经，咱爱听好清楚，法爱传好伊着吼，法那传唔着啦，那差毫厘，失千里，这都是师父定讲过去啊。何况呢，居心不良啦，都是啊，都是要诽谤这个法。那安尼呢？故意来诽谤法，或者是听无传错话，安尼呢，就是作业。有人想发心，要来修行，接受佛法。啊，咱一句传唔掉去呢，何以对这个佛法啦、啊，就安尼止步，袂当通向前前进，安尼都唔对。总共一句呢，咱。唔通断人的善根呐！啊，有因缘的，咱爱赶紧甲成就，成就伊的好因缘吼。所以啊，咱爱好好用心呐，熏法香呢，真重要。那安尼呢，咱虔诚熏法香，听法吼，那互咱较了解道理，知影路要安怎行，咱来世人呐。都袂讲吼，和这个业甲咱牵引着吼，对咯。不管是多一多啦，咱上重要就是过来做人啦，修成功吼，行菩萨道啦，安尼呢，咱才真正呢是会当生活的方向。安尼了解无？好，感恩大家人这么一个用心哈，在咧爱护大地做环保哈，啊，师父呢是安尼真感恩，感恩恁来给师父看哈，啊，听师父讲话，安尼师父对恁感恩，啊，恁欢喜无？好，哎，希望讲哈。大家人拢爱平安哦，啊，希望恁吼、哦、身体爱照顾吼、哦，那这家己若有高血压啦，家己等等，拢爱真谨慎吼。啊，咱即马咱新店咱的啊，个咱有一群人义会吼，会定来去环保站去关心吼、哦。啊，请恁呢都爱健康检查、健康询问吼、哦，来问医生讲：医生啊，我那心头扎扎，医生啊，我即马那会倒位疼疼，爱紧甲伊讲，安尼听有无？好、哦。
啊，真感恩各位哈，啊，感恩的所有的环保菩萨，甲咱的诸神委员哈，安尼一直一直伫咧陪伴，啊，希望环保菩萨向前前进呢，建设修正，这是师父相爱，安尼做会到无？好啦，啊，师父等你，头甲你修正哈。就请作为一碗做主行，祝福大家感恩。